女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日前不断传出将进军好莱坞网影剧圈发展，没想到13号就爆出将出演美剧。对此 Lisa 的自创品牌公司脸书也发声明证实该消息。据外媒报道， Lisa 将以本名出演 HBO 人气影集《白莲花大饭店》第三季。虽然 Lisa 所饰演的角色尚未公开，但该剧将在本月开始在泰国普吉岛、苏梅岛以及曼谷等地取景拍摄。美剧《白莲花大饭店》系列是部讽刺喜剧，描述旅客们在白莲花大饭店享受如天堂般的一周假期生活。但随着时间流逝，看似完美的旅客、开朗的员工都开始展现出暗黑的一面。《白莲花大饭店》第一季以夏威夷为背景，第二季以西西里岛为背景，第三季则将聚焦在 Lisa 的故乡泰国。该剧的拍摄与宣传也获得泰国观光局的全力支持。而 Lisa 也是继 Jennie 出演《偶像漩涡》后，第二位出演 HBO 影集的 BLACKPINK 成员。消息曝光后，引起不少粉丝热议。这部剧真的超好看，好期待 Lisa 在剧中的表现。